就一分钟，让我试试会不会有什么事情。一分钟到了，那我先回家了。谁在外面？嗨，大叔。可爱的我突然出现，是不是吓到你了？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？你刚才不是回去了吗？我是回去了，回去换了身衣服，出去买宵夜，刚好看见你的车，我就跟进来了。不过你们这儿的保安还真是严啊，可难进来了，还隔这么远，我真的可累了，跟踪人很累的。跟踪我你觉得很光荣是吗？谁让你来我家的？走，出去。我只想待十分钟，我买了夜宵嘛。你怎么这么凶啊？我还不是为了你。喂，叫我妈。喂。不用花钱，这点规矩我还是懂的。我大半夜来你家，你家这么干净，我不至于连拖鞋都不换吧？我还是很有礼貌的。礼貌这两个字你会写吗？你写出来算你赢。我赢了你可别哭啊，我赢了可是有很多要求的。把手抬起来。喂，喂，你干什么？算了算了，不写了。你真的高中毕业了吗？我不就一时忘了吗？我跟你说你还别不信，我大学考得可好了呢。我这个人吧，没什么优点，就特别锲而不舍，艰苦奋斗，刻苦钻研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知道我不信还说这么多。你这是对我有偏见，我跟你说。你不能觉得我长得可爱其他事情都做不好吧？这个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人。我还是不换了吧。反正我可爱就行了，有没有礼貌也不是很重要的。看到了，是真枪。我告诉过你，我很危险，我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大人的世界，有很多你是想象不到，你也永远不会想象到。我也是大人了。那我再告诉你一次，你不要把世界想得这么美好，不要去招惹不该招惹的人，不要觉得每个人都这么友善。不要对谁都没有戒心，总是笑嘻嘻。你说了你是大人了，这些道理你早就应该懂了。还有，不要在大半夜随随便便就敲一个你不了解的人的房门，很蠢，也很危险。那你可以给我一个了解你的机会吗？
我可以等到了解你之后再敲。你为什么还不明白？我说了我很危险，而且我根本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女孩。我知道。你知道就好。你很危险。你是不是在这里安了一个定时炸弹啊？我一靠近你，它就滴滴滴的响。我觉得很危险。我先走了，下次见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干嘛呀？我们昨天晚上没回去吗？嗯。哎，就在这儿，整整坐了一个晚上。江边的晚上很冷吧？嗯。这个码头我们曾经来过，你记得吗？嗯，记得。那年夏天，石崖被困在岛上了，你很担心他。我们就连夜来找他，但是那天一艘船都没有。可是你又很担心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整整待了一晚上。也是从那年夏天开始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就算是夏天，江边的晚上还是很冷的。我应该就是错在那个时候吧。什么？如果那个时候早一点点，我想或许就早半个小时。如果我赶上最后一艘船去岛上，先找到石崖。如果在石崖被绑架的时候我先找到他，在秀场的时候我先护住他，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？我应该就是错在这里吧，就晚了那么一小会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你没有必要自责。我不是自责，我是不理解。在诗雅身边十几年的我，比谁都了解他的我，为什么他要喜欢一个人类？我不能理解。可是喜欢一个人是不用被理解的呀，就像你喜欢别人，没有人可以理解你，更没有人可以感同身受。回去吧，晚上还要排练演唱会的事情。你今天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就感觉你有点不对劲啊。已经别说是排练了，就算是再重要的通告，你都不会听别人的劝告。我行我素，但今天只是排练啊，我都给你做好请假的准备了。
有人有资格任性，有人没有。我想明白了，我没有资格任性，因为我会被抛弃。谁啊？快递。志浩，我去楼下拿我的快递，发现有你的快递，就一起拿上来了。你是专门为了摸我的手才来的吧？被你发现了。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啊。什么那样？这样你会有危险的。一只手握你的手十秒是安全的，两只手摸你的脸蛋半分钟是安全的，一只手摸你的额头四十秒是安全的。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最危险，如果超过那个界限的话，会要了你的命的。那我们就慢慢的慢慢的尝试，好吗？这一次是一分半。诗雅，你真好看。有点晕。好了，回家吧。哎。高跟鞋穿这么久，之前受伤那么多次，不难受吗？没事，那不是为了工作吗？上马吧，我背你。不用了。其实没关系的，隔着一层衣服是吸收不了能量的。上马吧。嗯，上马吧。志浩，我不想去想了。想什么？以前总是担心，也会害怕，不知道怎么跨越一切来开始，也不知道怎么结束。可是现在突然不想想了，因为这一切很美好，美好的我愿意放弃一切，接受所有。那就不要去想了。辛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拿点东西。哦，志浩，那你先等我一下，我一会儿去找你。嗯。哎，辛巴，那天的事情我还想跟你解释一下。没什么的。我想我还是把他带走比较好。对不起。你没有什么好对不起我的。
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辛巴他……我觉得你跟辛巴可能都需要一些时间。嗯。你不是去找诗雅送首唱会的门票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没见着人。干嘛？粉丝送的，还挺好看的，别浪费。随便你吧，我有事出去一趟。不好看吗？很快就到最后那个陷阱了。嗯，所有的事情也该有个结果了。你好好准备，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。不过我的那个徽章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想办法。嗯。主编您好，辛巴先生找您。嗯，我知道你会来的，因为我知道李诗雅对你来说有多么的重要。我也可以想象，失去了她会给你带来多大的痛苦。你现在的人生，名也有了，利也有了，可是想要得到的人，却被食物给抢走了。那你呢？你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吧？这个徽章是你下属掉的吧？所以说你从青松县开始就盯上了他们，这么处心积虑，并不是你所说的为了吸血鬼种族的利益这么简单吧？所以你那见不得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个你知道也没有用，你只要知道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，就是让江志浩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我可以自己除掉江志浩。我知道你可以，但是你不会。愿闻其详。你周围的人应该都知道你是李诗雅的暗恋者吧？我知道你有足够的能力，也有足够的理由去除掉江志浩，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你不能除掉他。因为如果你这么做了的话，到最后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你，所有的证据都会被放大，你再也没有办法去面对李诗雅。因为你每次见到他，你心里的愧疚就会多一分，你害怕事情暴露，紧张就会多一分。就算你们真的可以在一起了，你要知道，你的手上早就已经沾满了他曾经爱过的人的鲜血，恐怕到时候你连抚摸他的勇气都没有。可我就不一样了，我的目标本来就是江志豪，我只不过是顺便帮你完成你的愿望。你根本不需要有一丝愧疚，也根本没有人会怀疑到你头上。还真被你说中了。不过目的呢？你的。你这么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吧。
在很久以前，吸血鬼要比人类强大很多。那个时候，吸血鬼是可以永生的。并不知道，我可没你那么幸运。像我这种从小在保育院长大的孩子，没听过父母讲故事的孤儿，就连自己是吸血鬼，也是李诗雅告诉我的。难怪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的目的就是这个庸俗的事情，永生。而且我们的交易，其实也并不是这一枚徽章。这一枚徽章只不过是你用来示好的一个道具。我真正想要得到的，不是这个东西。那是什么？李诗雅的父亲李尚浩，在李尚浩那里有一枚戒指。那枚戒指可以帮助我实现我的目标，也可以顺便帮你把不喜欢的人带进监狱。你在他们家生活了这么久，应该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吧。而凭借他们的信任拿到这枚戒指，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吧。你想要的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没意思，不过倒是很合理。那么合作愉快。怎么忽然送我花？今天是什么节日吗？不是节日，就是路过花店觉得很衬你，就买来送你了。哦，我觉得我应该努力赚钱，因为我在街上看到所有的东西，我都想送你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都送你礼物了，你是不是也应该送给我一些？别的什么事都行，唯独这件事不行。如果你想要找死的话，换一种方式。我最近做了很多的运动，所以我觉得我不会那么快晕倒。我想试一下，到底能够接触多久？可是时间翻倍的话太危险了。那就等危险的时候，想晕的时候再说吧。哎，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瞬间的事，我也不清楚，但是确实以前发生过。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吗？你应该为自己考虑。我现在想的就是怎么能够跟诗雅你更亲近一些。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能够把握好这个度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会如此坚定地相信一个人。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玩心自焚这种事，那我大概明白那个划亮火柴的人那个时候的心情，因为我现在就是这种心情。长期贷款、小额贷款、大额贷款，分24个月还，12个月还都可以啊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很忙，再见。哎，
哎，你好，请问您需要清洁沙发的清洁剂吗？我这儿的清洁剂啊特别好用，可以免费给您试用。如果您觉得好用的话，真的不用了，可以订购一些。谢谢啊，谢谢。非常好用的，特别好用，他们评价都特别好。是谁啊？是推销清洁剂的保洁员。要不要开门把他叫回来，给你们家清洁一下沙发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Thank you.